又是早上的一天，原来叠沙刚爆炸，应该是，还有司机问讲大哥，咱检查一下，啊，看一下嘞，看你车顶哪一个，咱问讲大哥，规台车切到紧紧紧的要死哦，你看看后边一个，后边嘞呢？迄种会翻金的，然后会好死。哎呀，还搁咧变内底啊！太厉害了！今天早上会。哦，啊！你想讲干了，阮会安尼尔？我咧讲隔壁台嘛是同款啊。隔壁台嘛是安尼，你只看过路的看的车拢同款啦，不管新的还是旧的拢同款啦，迄年的车拢顾较足好，绝对拢切切甲紧紧紧。要发车时，袂使戴手套。司机会戴手白手套，帮客人提行李，然后要上车，阁紧脱掉。啊，有人要阁放行李，就紧阁摕出来滴。来。